请掀开经本，日天子寄送第二首开始。如来色相无有边，随其所要悉现身。普为世间开智海，焰焰如是观于佛。光焰炎天子，他修学正德的是以一切随类身开悟众生，令入智慧海解脱门。我们看他的赞颂。赞颂啊，也是他的心得报告。这个四句，前面两句是讲随类现身，如来是指真如。自信，真如自信，没有色相，但是它能现无量无边的色相。色相是怎么现出来的呢？是随众生心而现的。众生有感，佛就有应。说佛有应呢，不如说自信有应。所以他不用佛，他用如来，那就说明这个自信本具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从外面来的，自自然然呢就现身。诸佛菩萨可以随众生心应所之量，现无量无边的色相。我们再反过来问问，我们凡夫能不能随心应量呢？如果凡夫不能，佛法了在理论上就有欠缺，就讲不圆满啊！说实实在在话了，凡夫跟佛没有两样的，跟诸佛如来同一个真心，同一个本性。所以，觉悟的人随心应量，迷惑的人还是随心应量。这个里头啊，极微细的现象，一般人是习而不察了。啊，天天干这桩事情，他就是天天不能觉悟，他不能够觉察。如果凡夫不是随心应量，这个佛所说的一切法就不通了。佛所讲的一切法虚幻不实，
那也就说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能力觉察到诸法实相。从哪里觉察呢？从我们本身觉察。我们的相，我们的身，随着我们自己的念头起变化，这不是随性应量，是什么呢？你看看，当我们心欢喜的时候，那个相貌就现欢喜相；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就显忧虑相。如来色相无有边呐。当我们欢喜的时候，身体就好；当我们忧虑的时候，身体就衰。所以，色相与身体状况随着念头在起变化，诸佛如来如是啊，一切众生哪个不如是？众生身是虚幻不实，诸佛身也是虚幻不实。真实的身是什么呢？真实的身是清净法身，没有形象，那是真实啊。有相都是虚妄，《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设法界是虚妄的，一真法界还是虚妄。设法界不可以分别执着。一真法界也不可以分别执着，你才得大自在啊，才得真解脱啊！设法界我不分别执着了，一真法界分别执着，你还是堕落了。堕落到哪里？把一真法界变成设法界，只要有分别执着，决定见不到一真法界。事实的真相我们要知道。生佛不二啊。不过诸佛的心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慈悲心，所以他现的相好啊！我们常讲“相好光明无等伦”呐。为什么心好吗？念头好吗？现的相就好。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呢？跟佛恰恰相反，佛是真诚心，我们是虚伪心；佛是清净心，我们是染污心；佛是平等心，我们是共高我慢心；佛是智慧心，我们是愚痴心；佛是慈悲心，我们是自私自利心。所以佛现的色相，32相80种好。如果是大乘了义经里面讲的，佛现的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心好嘛，相就好啊。心好啊，现的环境就好。
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心不好，现的相就不好，身体就不好，居住环境也不好。所以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啊！啊，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从心想变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不往好的地方想呢？要往坏的地方想呢？啊，什么是坏呢？想自己的利益就是坏。啊，什么是好呢？想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就是好。啊，所以我们六道凡夫现的相，都是从自私自利现出来的，没有放下自私自利啊。啊，地狱呢，纯是自私自利。魔鬼道九分自私自利，而一分利益别人。鬼道啊，畜生道呢，八分自私自利，两分利益别人。啊，这个人道啊，是一半自私自利，一半利益别人。啊，天道啊，越往上面去，利益别人的念头越多，利益自己的念头越少。啊，到无色界天，只有啊，一分自私自利，九分利益别人。所以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哪一天我们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完全舍掉了，这个人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六道十法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一真法界法身大师门，在《华严经》里面讲，原教初住菩萨以上，他们决定没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呢？都是为一切众生，他们现的色相，真的可以说尽善尽美呀！啊，随其所要习现身，这个随其所要，其就是指的九法界。有情众生啊，众生心有感，佛菩萨立刻就有应众生之感，只是一个念头啊，佛菩萨所应无量无边的色相，这个道理啊，又深了，又不好懂了。确实是不好懂。
一个念头转过来啊，虚空法界通通转变了。虚空法界转变了，就是如来的感应了。如来应了。我想诸位在经上见到过，经上有这么个说法：菩萨成佛时，看到大的山河大地，皆成佛道。山河大地一切众生皆成佛道。菩萨成佛。这是一个人的一个人境界转了。他一转之后啊，他看到山河大地所有一切众生都转了。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子。一转一切转，一悟一切悟，一迷一切迷。这是随其所要喜现身。我们要细心的。现在人讲啊，要冷静啊，读经听讲，你才能心有所会也。宗门祖师说法常常问学生：会吗？会吗？就是你体会到没有啊？这是境界。会了啊，就入境界了。怎么入呢？它转过来了。不转过来，不会呀。会就转过来了。这个境界极其微细，极其深广。楞严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看你悟入的层次，你悟入的浅，声闻境界，悟入的深。菩萨境界，悟入的再深一层，化身菩萨境界。看你悟入浅深，境界不相同。原教里面，像华严原教，给我们说。52个位次，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妙觉，这52个位次就是52种不同的境界。
你悟如多少？境界不一样啊，可见境界不是真的。真的那就应当是一样的，它不是真的，随着你的心想起了变化。初性位的菩萨跟二性位的菩萨所见的境界不相同。初性二境二性都听佛讲经说法，佛以一因而说法了，众生随类过得解。初性位的菩萨解得浅，二性位的菩萨就理解深一层，三性位就更深一层。大家虽然一样啊，在一个地方啊，一个讲堂啊，可是这一个讲堂境界不相同，个个不一样。这就说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些现象，其实对我个人一个人，他也不相同。怎么不相同呢？我们一个人要是认真修学，天天有进步，天天境界不一样。什么境界不一样呢？你所看的一切人事物都不一样，天天在变化。如果你断恶修善，恶念没有了，善念升起来了，你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都善，从前没有转过来的时候，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都恶，现在看到都善，岂不是一切众生、山河大地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吗？你证得阿罗汉果了，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都是阿罗汉境界。你证到菩萨果位了，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菩萨，树木花草也是菩萨。你证得如来的果位佛果了，你看大地一切众生都成佛了，都是佛。我说这些话了，很多人听不懂啊。听不懂是真的，听不懂是应当的。为什么呢？你境界没转过来吗？你怎么会懂？你怎么会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了，佛教我们修，教我们正，教我们依照他理论方法去修学，去学习，学习到最后证明佛讲的话句句都是实话。所以相没有一定的相啊，刹那刹那在变呢。诸位要记住，不是一年一年变，不是一天一天变，刹那刹那在变。
所以这个两句话的意思，深广无尽呐。佛给众生做榜样，佛是以纯善之心，我常讲啊，心善、意善、行善，中国同盟教学的时候。小朋友三四岁，教他念《三字经》。《三字经》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是佛家讲的善，佛家讲的善不是善恶之善，善恶的善就不善了。善恶两边都不着，那是真善呐，那叫本善呐。有善有恶，善恶相对，相对就不善了。这个道理深呐。极乐世界谁懂得？一般人人都把苦跟乐相对来看，那不是极乐，不是佛说的意思。苦乐两边都舍掉了，这才是真的乐，那才叫极乐。极乐是中道啊，稍微有一点偏斜就错了啊。苦乐是偏在两边的，是偏斜，不是中正的。唯有中正是真的，偏斜就是虚妄的。第三句是颇为世间开智海啊！诸佛菩萨随着众生的感，以无量无边色相来应化，目的何在呢？帮助众生开悟。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觉悟众生是第一功德。你不执着功德，那叫真实功德。执着功德，功德就转变成福德。一切福德边的事，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全部转变成功德。只要有一丝毫执着的念头在其中，功德就变成福德。福德是三界之内去享受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富贵的人家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有亿万的财富，那福德。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此事。佛不能救啊。
福德再大，不能救什么事情呢？了生死超轮回的事情，福德不能救。什么能救呢？功德能救。功德里面利一切妄想分别之处。你就能了生死，你就能脱轮回，你就能断烦恼，生智慧呀。唐朝善导大师说得好啊，修行人这一生中有多大的成就，总在遇缘不同。这个话说得没错，缘这一个字里头也是很深很广。释迦牟尼佛在世，这缘地属什么？跟着释迦牟尼佛修学的人依旧有许许多多不能成就的。你说缘能说不殊胜吗？祖师大德的教诲，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张家大师善知识，大善知识啊，李炳南老居士大善知识啊。亲近他的人，一天到晚跟在他身边的人，有没有成就呢？没成就。这个是语言不具足吗？没错，语言有四种语言啊。你能够在善知识的身边，只是四种语言里头的一种语言，叫增上语言。另外三个语言没有，你不跟啊。另外三个语言是什么？清音语言、所缘语言、无见语言，最后一个增上语言。跟在释迦牟面前，释迦牟尼佛面前，增上缘具足了。如果没有清净缘，没有所缘缘，没有无见缘，就像经上讲的尘动劳模一样，因为佛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尘动劳模天天跟佛见面的。这个老太太佛天天见面，怎么说没有缘呢？好，佛说你不相信，我示现给你看。佛走到他面前，他掉光头走到那边去了。佛有神通啊，又变一个身在他那边，他一看到调转身往这边走了。佛再现一个身，他又往这边走了。四面都是佛，他抱头痛哭，低下头了，哪个都不看。佛教大家看，没有缘呐、他们有什么缘呢？他们有清音缘。清音缘是我们佛法讲的种子啊，善根种子他没有啊。那么在我们一般同学来说，清音缘都有。
过去生中啊，都曾经学过佛，也曾经供养过佛菩萨，啊，清净缘决定是有，啊，没有，那就跟陈东老母一样，听到佛教掉头就去了，啊，那是没有清净缘。我们现在缘不足在哪里呢？所缘缘不足，所缘也是好学啊。我们不好学啊，又想学又不肯真干啊，我们缺这个缘呐。无间缘也没有，无间缘是什么？你学习不能间断呐。我们学习是常常间断，时时刻刻间断，这一念阿弥陀佛，下一念胡思乱想，就断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毛病在哪里，要下定决心痛改前非，我们才有救啊！啊，所以在四种缘里面，我们缺了一半的，所缘缘缺了，无间缘缺了啊，因此。依旧随顺习气烦恼啊，这不能成就啊。所学到的一些佛法，就顺口溜啊，即闻即学，自己丝毫不得受用。甚至于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要回头啊，要忏悔啊。忏悔要怎么个忏法？这一桩事情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是凡夫。古人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啊，所以凡夫都有过失。啊，不但六道凡夫有过失，十法界的四圣还是有过失。他们过失轻，过失少。忏悔法门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忏悔就是知过肯改啊！至善肯修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什么是忏悔？忏悔就是儒家所讲的不贰过，我知道错了，从此以后再不犯同样的过失，这才叫忏悔。绝对不是说做错了事情在佛菩萨面前祷告祷告，求佛菩萨原谅，明天再干，干了再去祷告，这个没有用处啊。这是假的。不是真修行啊。真修行不重形式啊，形式上在佛菩萨面前发怒求忏悔，那是形式。真正修行人不重形式，重实质。真的觉悟了，真的回头了，真的不犯
已经做的过失，不再犯。那么这种佛菩萨面前发怒忏悔，有没有必要呢？也有必要，那是演戏，是做给别人看的。是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哦，看到这个出家在家这么多学佛人在佛菩萨面前忏罪，让他看了，心里有所感动。所有一切形式要记住，是唱戏唱给别人看的。自己真正用功夫，没有形式。从前学佛人懂，现在学佛人不懂了。为什么不懂？没人教他。我这个一点点利益，张家大师教的。张家大师着重实质，不着重形式。他老人家非常重视戒律，教给我怎么受戒。他叫我不要到了什么戒场里面去受戒。我说那戒怎么受法？你呀，做到一条，你就受了一条。哦，我这叫恍然大悟啊！佛说不杀生，我从此之后对一切众生，不再杀害，我这条戒就得了。不是在形式上啊，这是真善之识啊。形式上受了，照干，等于没受一样嘛。三规五戒都要着重在实质啊，不着重在形式。现在学佛的人呢，着重在形式啊，不知道实质，所以全是假的。这个假的也不要当儿戏，为什么呢？罪过很重，没做什么坏事，哪来的罪过？都是地狱的种子。你犯的最大的过失，你自己不知道。什么过失呢？破坏佛法形象。破坏佛法形象，就是无逆罪里面破活合身。我受了三规，我完全没有照做，把佛法三规的形象破坏了。人家一看，哦呦，这个人佛教徒，你看他是这样子的。这个出家人恶劣到极处，他不如一个平常人。你把佛法形象破坏了啊！佛法是天人师表啊，经上常常赞叹佛是天人师啊。师是什么呢？最好的榜样啊！你把最好的榜样从你自身把它毁掉，你的罪不是阿鼻地狱是什么？你说我又没有害人，我又没有骗人，我又没有杀人，但是你把佛法形象破坏了。所以印光法师一生为什么不收出家徒弟？是他老人家的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收一个出家徒弟，就送一个人到阿鼻地狱。
不忍心呐。啊，李炳南老居士一生不劝人出家，不劝人受戒。啊，这都是一个真正觉悟人、明白人，不害人呐。啊，你劝人就受戒，啊，他受了戒，他又做不到，他破坏佛教形象。做不到就是破坏佛教的形象，这个罪就相当重啊！啊，受个戒不是荣耀啊！还有，我受了菩萨戒，我是菩萨啊！贪嗔痴慢的菩萨啊，一天到晚还搞是非人我的菩萨。侮辱了菩萨了，你说这个罪多重？啊，所以出家这件衣服不是好穿的。啊，真正肯学，无量无边的福德。违背了圣教，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几个人懂啊？难怪你不懂啊，没人讲了。啊，经也不看，说老实话，经摆在面前，看不懂啊。不但经看不懂啊，古人的注解也看不懂啊。我常说，字字句句无量义。啊，你为什么看不懂？你的心性，你的智慧，被你的烦恼习气盖覆住了。你智慧不能现起，所以面对着佛的言语文字，你不但不懂，你还把它误会了。误解如来真实意，去解如来真实意。啊，所以这首偈子里面，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日天子的太阳神，是诸佛如来应化的，他不是凡夫啊！啊，但是他现的相是凡夫，啊，是日天子，他的地位身份跟四王天相同。欲界品位并不高啊！啊，他皈依三宝，发菩提心，修菩萨道，啊，普为世间开智海。这一句话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为的是世间一切众生，帮助他们开智慧。一切言语、造作、起心动念，都是觉悟众生的。
众生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能不能觉悟？那是众生的缘具不具足。缘刚才讲了，四缘具足，这才有成就。四种缘里头缺一条，都不能成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并不是每一个亲近善知识的人，每一个亲近殊胜正法道场的人呢，都有成就。那你是看错了，你想错了。前面三种缘，清音缘、所缘缘、无间缘，这三种缘具足，在佛法里面叫法器呀。我们世间上讲，这是人才呀，可以造就啊。这是本身居住的条件。外面的条件只有一个，增上缘。你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好的修学环境，通通是增上缘。所以本身这个条件不具足，纵然遇到好的道场、好的同参道友、好的老师，一样不成就。但是往往也有本身条件缺乏的人，但是他老实，他肯学，要在好正这个正上缘当中啊，有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的，他的清音缘、所言缘、无间缘慢慢养成，他也能成就。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啊。最明显的例子，念佛堂。在念佛堂念佛的这些莲友们，烦恼习气深重啊，善根不能发现。如果有个很殊胜的念佛堂，他进入这个念佛堂啊，能生欢喜心，喜欢在念佛堂念佛，时间久了，慢慢的，他烦恼轻了，善根种子起现行。所以这个好的正上缘确实是有必要的。大凡中下根性，这个外面正上缘比什么都重要。佛为众生讲经说法，就是给大家做正上缘。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一个例子：阿舍世王与五百长者子，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善根福德非常深厚啊！天天听世尊讲经说法，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没升起，还升不起来。听佛讲《无量寿经》，非常欢喜赞叹，动了个念头，
我将来做佛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还不肯往生，还不肯去往生。注意想想，如果不是常常听世尊讲经说法，他这个念头生不起来。你就晓得烦恼习气多重啊！供养400亿佛这个善根，还是被烦恼习气盖住，不能起信心。我们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自己有没有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呢？没有啊。怎么知道没有呢？如果有求生念净土这个念头啊，万缘就放下了。还没有放下，没有真心求生净土啊。换一句话说，真正要发心求生净土的人，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就断了。贪爱执着世间名闻利养无欲念无欲六尘，这个念头也断了。这个人是真正想求生净土，真正想亲近阿弥陀佛，他这个念头没断呢。他是玩假的，他不是搞真的。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说了一句话，说这些学佛的人在家出家搞假的。李老师4个字批评他们，玩弄佛法。我们细细想想他老人家所说的这一句话，玩弄佛法，你造业可重了啊。玩弄佛法的就是世间人常讲的消遣佛法了，把它当消遣了，这种心态学佛还得了吗？佛是至善纯善，你的心行不善，如果我们从广义的教义上来讲，玩弄佛法比那个不肯玩弄佛法的还要胜一筹。胜在哪里呢？佛法的种子种到他阿赖耶识里去了，地狱是照度啊，苦是比别人受得多，地狱罪报受完之后，这个金刚种子遇到善缘起信心，他还能够去做佛。那个不玩弄佛法的人做佛的机会没有了，虽然不堕地狱，但是他成不了佛。所以明眼人对于这一类的人还是赞叹，还是同情，以悲悯心来帮助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只要一口气没断，回头忏悔还是来得及。
像《观无量寿经》讲的24王一样，能回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多听经，为什么世尊当年在世用讲经说法这个方法帮助人。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2000年当中，早期祖师大德们也是用讲经说法帮助一切大众我们净宗慧远大师以后，又多了个方法，提倡共修。佛家共修确确实实是圆公大师所提倡的。到唐朝中叶，马祖道义和尚禅宗称他做马祖，他俗家姓马不是我们在马祖庙拜的那个马祖，俗家姓马他的法名叫道义这是禅宗第8代的祖师也就是慧能大师的徒孙跟百丈禅师两个人建立丛林制度，就是把共修制度化了，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在过去没有建立制度制度化是他们两个人开始。这是佛教在中国革命性的一个改革。那么对于中下根性的人大有利益了。都是普为世间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做种种事情我们要能体会，要能观察入微，然后才知道怎样修学，怎样帮助自己离一切相，怎样帮助别人修一切善，离一切相自度修一切善度他了。圆满成就菩萨道，这是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于是我们渐渐的领悟到了，宗门教下祖师大德教我们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就是立相修善
这是根本呐。立相，立妄想分别之处，常常保持清净心，清净心没有妄念呢，我们没有办法保持。为什么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妄念太多太多了，可是自己也警觉到，这些妄念就是轮回的根，妄念不除，轮回就出不去。这个妄念里面，如果是贪，就是恶鬼道的因，死了以后鬼道去了；嗔恚的因，死了以后地狱道去了；愚痴的因，死了之后畜生道去了。妄念太可怕了。净宗法门的书生获得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就是他断妄念的方法特别巧妙，就是把妄念呢转变成阿弥陀佛，要转得快，要保持得久。所以为什么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念佛，就是把妄念通通转变成佛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不管你有心无心，功德都很大啊！我们在许多典籍里面看到，恶鬼道、畜生道，听到佛号减轻痛苦啊！畜生在被杀的时候苦啊，如果有人在旁边看到后掌给他念几声阿弥陀佛，那个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不但是畜生呢被杀的时候痛苦，杀了之后吃他的肉啊，在锅里面刀切他，在锅里面去煎他炒他，都痛苦啊！我们凡夫不能救他，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他神识没离开啊。为什么不离开？愚痴啊，他执着那个身就是他啊，那个肉就是自己啊，执着嘛，他不执着就没事情了，他执着啊，所以你碰到他那个身体，他还是有痛苦。这个时候听到佛菩萨名号，他就清凉了，他就减少痛苦。那么这些事情，我们不读佛书，不看古人这些公案，我们决定想不到。我们只想到说畜生被杀的时候痛苦，没有想到死了以后他还念念不离开他的尸体。畜生如是，人又何尝不如是呢？为什么如是呢？爱惜他的身体，过分爱惜自己身体，死了以后做守尸鬼，
他的神识离不开他的实体。受识鬼很可怜呢。他不能去投胎。所以佛教人修行人第一个要破身见。你看见思烦恼里头见惑头一条身见。知道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我们知道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你有这个觉悟，将来以后啊，摆脱这个身见就容易了。知道身不是我，换一个身体很容易，不困难呐。往生到极乐世界，要换身体。要把这个身体舍弃，就像一件破旧衣服一样，欢欢喜喜把它脱掉，毫无留恋的，换成金刚不坏身呐，金刚不坏身是金刚不坏心变现出来的，我们自己有这个心。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那是增上缘。我们什么是金刚不坏那个心呢？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信仰坚定不移呀。对于阿弥陀佛的宏愿，决定不怀疑。48愿，愿愿接引众生，决定不怀疑。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决定向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深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忠告，劝勉我们发愿往生。这个心愿就是金刚不坏的心啊。我们具足这样的清净缘，所缘缘无间缘，无间缘是念念不中断。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增上缘，这决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也是缘证三不退。去做阿惟越智菩萨。不可思议。不但我要去啊，我要成就啊，而且念念愿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个个都在一生圆满成就，这一念就是修善了。自己求生就是断恶，自己求生是自度啊。
念念希望别人都能成就，是度他了。你有这个念头，你有这个心，你决定有这个行为，时时刻刻帮助别人，认识佛法，认识净土，修学佛法，修学净土。你常存此心的，常有此意，自自然然，时时刻刻，你会帮助别人。我们应诵这些经书，应诵这些劝勉别人的这些文字，我们没有版权，欢迎反映。这是一念善心，这是一念善行。这好事，好事如果后头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未断干净。好事希望别人好，但是我自己的利益不肯放弃。可能别人因此得度了，自己不能得度。别人如果看到这些文字，听到这些说法的录音，他真放下了，他成就了。我们自己还贪图一点小利，还想收一点版权的利润，自己不能得到。这个里头的理跟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所以菩萨在这个世间，到这个世间来为世间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利益世间一切众生，就是将来世现往生了，还是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往生是做出往生的样子给别人看嘛？给众生做证明啊！像我这个样子就决定往生，所以从生到死啊，这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是为世间一切众生，没有一丝毫为自己。菩萨应是这个人是真菩萨。我们是不是呢？我们可以是啊，只要肯干就是啊。那从前不是，从前是凡夫啊，现在肯干呢，凡夫就做佛了。凡夫成佛，不是说死了以后再来成佛，不是啊。念头一转呢，行为一变呢，凡夫就成佛了。超凡入圣，就在转迷为悟。迷的时候是凡夫，悟的时候就做佛了。所以我们常讲，张家大师过去教，告诉我，佛法至难行易呀。你要转凡成圣，嗨呀，容易呀！但是你要知道这桩事情难。你为什么不肯转？是因为你不知。
知道了还不肯转，知得不透彻，一知半解。知道透彻，立刻就转过来了。没有转过来，你是业报身，你活得很辛苦啊，活得很累呀。转过来之后，你是菩提身的，你是愿力身，你活得轻松，活得自在，活得快乐。这个乐是真乐，不是世间你得财富、升官发财那个乐。一切都失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苦，那是世间人苦乐之乐。入佛境界的人，顺境乐，逆境也乐，善缘乐，恶缘还是乐，那叫真乐啊！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啊，不被外境所转啊。《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同如来。不被外面境界转，自己有能力转境界，这才是真乐。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光焰炎日天子，他学这个法门，他在这个法门里面成就。我们一般人讲得道正果啊，所以他也以种种不同的色相，为一切众生示现，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帮助一切众生证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Thank you.